欸，真的里面没有人，你们自己进去，今天没有预约，谢谢。外面是有可能会有新的客人进来的，不要这样。对，不要这样，这样真的太糟糕了。来一次就走了，这样子不行的。我都爬不起来了。这个要起来好。糟，都爬不起来。都是你的错，都是你的错，都是你的错，都是你的错。怪，啊，不然不怪你吗？不然怪谁？这不负责任的男人。你这个不负责任的男人。都有录到哦，我跟你讲。对啊，现在是清新健康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现在是内外融合的变态律师圈。李坤选，你完蛋了！我们等一下一定都会在网络上公布李坤选这个不负责任的男人。